所以我们就在2008年那个时候就草创，成立了一个叫泰雅学堂合唱团。那我们就从最简单的，从孩子们的声音开始，我们就把这些孩子把他找来，那然后打破跨校的，然后就让这些孩子回到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每个礼拜就陪着这些孩子，不管他到国小也好，国中也好，甚至到高中也好，他只要愿意来，就带到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就让他到这个地方，让他感觉到这边就像一个家一样。好，再次哦。
瓜那么的碎，心那么细木巴来拉威，心那么细木巴来拉威，一大瓜那么的碎。